后来啊，这个哎，那还您这玩意儿还有连本的，是怎么着？一说一乐的事情啊，大家出去不要传这种事，不好听。谁传这个？在相声的舞台上，郭德纲只占20%。哦，那那80%呢？于老师和他的家人。不，好家伙，都只说他们呢，合着。有人指责我啊，为什么老在台上说于老师的家人？嗯，为什么说他媳妇儿？为什么说他父亲？您解释一下。真的好多人因为这事气得够呛。哦，还有好多道德表演技术家们，呵，觉得接受不了。那怎么着？哎，相声嘛，表演形式一种是才艺展示，两个人站在这儿学唱歌、学京剧、学跳舞、学表演。嗯，除去这一类，剩下就是两个人讲故事。故事的主人公第一种就是我。哦，你比如刚才郭麒麟说的那个我的恋爱经历，我是主人公。第二种方法就是说捧哏的，就我他们家的事儿。嗯，第三种就是我们两个之外的。嗯，我们两个之外的只能是我们自己人的亲属，外人不行吗？哪能说观众啊？哦，哎呀，有一个人他媳妇儿跟我可好了，你看就是那边那个观众，就是他。嚯，这没演完打起来了。是。我们也不能说别的啊，就看大门那哥们儿，人家不像话呀。嗯，只能说我们自己，因为这是假的呀。嗯，你说你看电影，这跟这一被窝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？嗯，这管这叫爸爸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？嗯，这儿一掏枪，他躺地上哆嗦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呢？怎么到我们这都是真的呢？你这个智力为什么要买票呢？嗨，一说一乐。嗯，我给你快乐，你给我饭吃。就是这么简单。嗯，跟谦儿哥这一晃合作都快小半辈子，嗨，好几十年。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，谢谢您。因为这快50的人了啊，啊，再有什么说什么。你真有个好胆儿，你说你那家里孩子大人都是我替你管，我用不着。嗯，那还有一个印度娘们儿也是我。哎呵，那个早归您了，那个。嗯，不是，这都是土埋到眉毛的人，确实啊，土埋半截儿。半截差不多，那半截反正埋着啊，喝好嘛，先埋在上边。希望您健康长寿，谢谢。嗯，这种演出叫师徒父子相声大典。对了啊，这个每年春节左右，德云社演出部统一开会，他会问我，哦，今年您的演出安排，比如说10000以上的演出，您去哪儿？嗯啊，4000-5000人体育馆，您去哪儿？我挑完之后，岳云鹏挑，然后郭麒麟挑。哎，张云雷，然后其他的不同档次的演员演不同的地方。嗯，然后这种演出今年一共是4场。哦，啊，就是就1-2万人的地儿，哎，上海、成都、西安、北京，是啊，所以说今天头一场我把它安排在上海，啊，非常好。嗯嗯，哎，谢谢各位。嗯，上海观众素质也高，啊，也懂行。哎，这个每次来这儿演出都是最踏实的时候。是啊，跟岳云鹏啊。郭麒麟一说，他们也都挺开心的，高兴。啊，他们都在那儿站着啊，咱们一起让他们上来。啊，小岳，咱们聊会儿天好吗？小岳，范林，来后边后边的，让他们上来吧。来，上来跟大伙儿来聊会儿的。来来，往前站，往前站，往前站。来来来，来，往前站，往前站。来，小岳，范林，我们站这边来。来，我有嘴子是吧？啊，我站这儿。有嘴子，都嘴子挂着，都挂着。好，那行，来，那个，也都认识哈。我站这儿，他们有嘴子，来。有话筒吗都？啊，行，来，他们挂着。行，挺好，挺好，就这么着吧。啊，嗯，对你一人盯俩，你站这儿好。陪你。这都知道，孙越是我师弟。嗯啊，阎鹤祥跟岳云鹏是我徒弟。对，郭麒麟是我儿子。嗯，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把我们都说进去了啊！啊，这个你跟他有区别啊？对，多新鲜！他行大，我行二是吗？二的在后台。好了，嗯，这个水平一般，能力有限，嗯，难为您各位这么支持我们。是，在中国相声界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的有的是，嗯啊。你们不要给我得罪人，真的啊。啊，会有的。什么叫会有的？会有的啊。嗯，这个说相声嘛，嗯，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。咱们是不是今天晚上还没怎么唱呢？啊，我唱了。你唱的那个哦，你唱的时候我看观众很开心哈。哈哈哈！于老师，哎，他们说的什么？
没听见您呢。胖子啊，他们说的什么呀？没听见。哦，也没听见啊。你们打算听点什么呀？怎么还有借钱在那儿？啊？我听那儿借钱？怎么可能？有人喊太平歌词是吧？啊，行行，什么最浪漫的事儿？哦，这是你的观众吧？哎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，激动不激动？激动。全场将近20000人，只有一个你的观众。确实惊喜，确实是。你刚才在后台说找我要张票，来了一个过命的朋友，是不是他？是是是是。那就把他安排在那儿了。是。哦，挺好挺好啊。让你唱，让你唱，哦、合唱好，要合唱哦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。你不孤独，你有他。啊，我们要合唱是吗？哦，你们两个合唱哦、嗯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来吧。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。行了，你够了，够了。哎人刚要唱到一起慢慢变老，不想跟你变老啊，不想跟你一起慢慢变老啊。那个是小月的老婆啊。哦啊，好这样，真好。这个每当这个时候，什么？找花台啊？找花台，郭麒麟，郭麒麟，来。我嫂子，嫂子，嫂子，往这儿来。这嘴子我怕不好使，来吧，我就捡。郭麒麟，郭麒麟，你要那张票在那儿了哈？哎，嗯。赵华台啊，这不是你儿媳妇儿，还有胡子茬呢。来吧，简单唱两句吧。好，咿呀嘛更儿哩呀，月了影儿照花台，秋夕阳姐定下了计，他说晚不上来哟，牡丹内庭前我们多恩。哎呀，但愿得鸾凤，早早配火下。哎哎哎哎！又到你了。哦，好的好的啊。还没听腻呢是吗？一起来啊！啊！怎么样？啊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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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干嘛？行了，过过瘾得了啊！你我要知道这个，6:30开场的时候，我就让你上来，你唱一句，扭头走，他们能唱到10点。你们买的是卡拉 OK 的票，真的？上海没有 KTV 吗？大家一起唱。嗯，还有什么？清水河呀，来，探清水河，快！他是我们的张云雷，他原来叫张云雷。对，我们这最好看的就是跳楼把脸摔坏了啊！这得摔成什么样啊？就是这啪就那样了啊！来来，桃叶肩上肩啊！清水河，这是一个目前比较火的一个小段子哈。啊，这什么什么嘴、啊？什么嘴？我们这张云雷唱的特别好。张云雷的粉丝啊。哦，他要那张票在这儿呢。啊，听、哎、这仨字儿都不行。嗯。桃叶儿那尖上尖，柳叶儿遮满了天。在齐威的这个明那宫，细听我来言呐、啊，此事哎，出在了京西蓝靛厂啊，蓝靛厂火器营有一个宋老三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你睡着了是怎么？唱得好，唱得好，我就会这一段。我师父唱得好，我有一个小曲儿是献给于谦老师的。哦，你瞧，这个小曲儿的名字叫《青楼恨》。你瞧，这个题材，
于老师专属。于老师爱这个啊，这个题材是我比较感兴趣的。嗯，啊，但是不是喜欢这小曲儿的，喜欢这地儿啊。青楼是封建社会、旧社会，一个风化场所。对了，哎，一个玻璃屋子里边点一小粉灯，嗯，有一大姐姐敲窗户，哎，谦儿来玩吗？玩会儿吧。但是旧社会有这么一个故事啊，但是那个女工作人员呢，还工作人员干嘛？这个有技术的女人呢，您就说妓女就完了。有多肮脏，你说的啊？不想从事这个工作了，哦，想从良找个人嫁了。是这个小曲儿也叫《青楼悲秋》啊，是把它献给于谦老师啊。得嘞，谢谢您吧。好月呀。青楼啊，写一栏干两泪交流啊，我有心从良啊，跟着那庄稼哥们儿走，怕的是起早贪黑不得自由啊，一顿一个带眼的窝窝头啊，我有心从良啊，跟着那说相声的走，怕的是浪迹江湖不得自由啊，他抽烟喝酒还要烫头啊。这没听说，怎么老说到我这儿啊？您 这个于老师最爱，最爱，不甭最爱，您把这词儿给我改了。哦，把这改啊，别说到我身上。不爱喝酒，不爱烫头啊，这个姑娘她本姓侯啊，侯。侯震的一侯，就搁到侯震那儿去了。侯老侯，老就剩老侯跟这儿了。侯爷，老侯，喊你呢。侯震，侯爷，说你呢，嘿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来吧，你要从良了。哎呀，姓侯。哎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个今天的主持人他是，也是我的师弟，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的长子长孙，少侯爷侯震。谢谢，这是我的恩师侯耀文先生留给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嗯，是非物质。嗯，我师父临去世之前跟我说了，也没什么给你的，你把他弄走吧啊。好家伙，哎，侯爷是我们好兄弟啊。嗯，这个哎，都上那边去了啊。其实这个说相声真正唱的是太平歌词啊，太平歌词说相声必须会，有两种，一种死词的，一种活词的啊。嗯。侯爷您上这儿来，我得跟他们好好考考他们啊。来吧，这个活词的太平歌词最难，没有准词儿，只要这儿有一个人抻出一句来，剩下所有人就按照这个往下爬。啊，现编词儿，折韵都得对。啊，这要唱错了就让人笑话。你比如说我来一句啊，咱们试试，你们就跟着我一句句走啊。好，你就说，嗯，胖子往这边站，你挨着小月，得一对儿的挨着。哎，好，嗯，来我这边。哎，来来来来，这边热。你比如说啊，随便拿一个，折得一样啊。好啊，闲来没事儿上西天。你先等一下。怎么了？您是没事儿就死是怎么着？不是，这不闲来没事上西天干嘛？上西什么？你怎么着上西山啊？对对，西山去啊。啊，闲来没事儿上西山，于老师就得接了啊！我接眼前，眼前山，眼前上西山，上瞧见个老头在抽着旱烟，嘿，怎么样？眼前折烟，烟，来来，这个烟袋不长也不短，这是你妈赔下的那个烟袋，对吧？嗯。这个烟袋不长也不短，短啊！小月，该我了，该你了。他是烫头喝酒爱抽烟，
看看把观众乐的。嗨、嗯，高了，你这不能到了我这儿，您这怎么了？还是、啊、还是这是。他这个人不一般。嗨、哎，你没听说？行行，可以往下顺来。不一般，不一般了，不一般了。不一般。喝酒抽烟、哎、有什么用？这什么辙呀？这是。他这个允许敲三不敲四，第三句可以不合辙、哦，可以不合辙。不一般强，我也想唱第三句。啊、嗯，你再来一遍什么？你这个喝酒抽烟有什么用？有什么用？他能让你，哎，唱的跟乐似的，像猪一般。哎，好，哎，这好，这好，这好。怎么说话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不要耽误，不要打扰我们创作。来，好，回来好喜一欢。到您了，该到您了啊！怎么又到我了？对对，一样班，嗯，一样班，嗯。那个，你就说这抽烟喝酒，到底是哪一个？哎，这抽烟老头，嗯、我的孙子叫玉谦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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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鼓掌。传统的段子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，是这么个意思啊？不是这意思。那么接下来到了于老师唱歌的时间了，哎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哎，怎么样？哎，就这过桥吵不吵？嘿，好，圆润，因为在我们这帮人里边，我是不会唱歌。您客气了，小岳、郭麒麟那都叫起步唱歌。没有没有，最好的是谦儿哥。不是，要岳云鹏，岳云鹏，你爱唱什么歌呢？我刚才我那歌都新唱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让于老师来一个。看把观众乐惨了吧？啊，于老师那歌比我强。您老客气，您唱歌也有好几首，大伙儿都能唱。好几一样会一句，会一句也是唱啊。我师傅会的多呀。啊，这会的不少呢。那歌大腰在冬季。啊。大腰。轻轻的。我想离开你，请将眼角的泪拭去。耶，挺好的。这歌原来是我的原创，后来让齐秦拿走了。嗯，现在我们已经不来往了。嗯，就掰了交情。我还会那个歌呢。嗯，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。哎，唯有椰林缀斜阳啊，只是一片海蓝蓝。二人转的，我还会那个歌。哪个？你爷爷我小的时候。你这不等会儿吧？啊，词儿错了。应该是我爷爷小的时候。一样啊。算我嘴欠。所以我这个歌不灵。我前两天学了一个歌，到现在我没唱对。学新歌了？对，就是那个叫什么“菊花朵朵开”那个。菊花朵朵开。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看。那叫桃花朵朵开。我一直没唱会这个。你唱唱，你听听。你给我提个头，头句怎么来着？好，啊，我，嗯，怎么唱这侯爷？我在这儿，等着你回来吧。我在这儿，我啊，对的，我，对吧？我对啊，我在这里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，嘚啦没有影儿。您又奔二人转那儿去了，我可能认识二人转的娘们太多了。嗨，怎么唱来着？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。小声。怎么跟我唱的不太一样呢？那是不一样。那你带着我唱好吗？啊，可以，我带着您唱。能带过去吗？啊，没错，一带就过去。来，咱来啊，跟着我走啊。嗯，来，我。在这里等着你回来，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，滋啦没有影儿呀！哎呀，不是带过去了吗？啊，你把我带过去了呢。所以说别费那劲了，您呐唱吧。这关键是什么？得嘞，反正我也跑不了。到这儿，大伙儿这么高兴，我也不会新歌，唱一什么？啊！您就来这一块红布啊！我也您也挑不出什么歌，我也不会别的。嗯，一块红布，咱们唱几句啊。哎，还没唱呢，您呢？哪儿就好捧假了？您这，于老师的观众在这边坐着。
好，吓我一跳。来啊，啊，哎呦，太开心了。来啊，唱几句。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，也蒙住了天。你问我看见了什么，我说我看见了幸福，这个感觉真让我舒服。你让我忘了我没地儿住，你问我看见叫什么，我还要上你的路。就唱到这儿吧，啊，谢谢谢谢。好，瞎闹啊这唱。于老师再来一个。于老师啊，其实于老师爱唱，但是就是不好意思，老得希望你们鼓励他，知道吗？啊，得嘞，我豁出去了，反正咱们今儿联欢嘛，啊，还唱什么？假行僧啊，假行僧，嗯，假行僧，我要红蓝啊啊，来，假行僧。啊，提词器，假行僧啊，还是几句。哎，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，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假如你看我有点累，就请你给我倒碗水。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，就请你吻我的嘴。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于老师的瘾上来了。哦，于老师来一个。瘾是上来了，没歌了。于老师来一个。于老师来一个。于老师全都叫吧。我跟您说，我实际上今儿能唱的都在那边呢，你们就不老听我唱，你钱票钱亏了。来吧来吧，好些小还听于老师吗？来吧。我这没有唱着没有这么唱的。那个让他们这么多唱的好的呢，小什么什么什么歌？花房姑娘。哎呦，这是行家，于老师最爱这段了。不行，这个舞台上唱歌啊，它有很多选择性。对，有些中间有些伴奏特别多的，过门特别多的，舞台上唱着未见得好听。好听，空的。这个你们这郭老师站在这儿，你们不说让郭老师来一个，你老挤得我干嘛呀？人家爱听于老师，那听我都听腻了啊。没有没有，岳云鹏。过来，求求你，于大爷！大爷，你再唱一个吧。嗯，快点，快点，来来来！跪求。于老师，您要跪求啊！于老师，您要不唱，岳云鹏他可干得出来。来吧，真的啊！跪求，跪求他可干得出来。跪个求啊！也好啊，都是同行，要什么素质？哎呀，于老师啊，再唱一个，还有意思吗？你们有意思。还唱一个，一无所有，一无所有，好，唱这句，好吧，来。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我要给你我的追求，还有我的自由，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。哦，你何时跟我走？哦。
走。谢谢谢谢谢谢。看着这满天星星，我很感慨也很感动。于老师已经唱了好几段，应该让他休息一会儿啊，但是观众依然很热情。孙悦别跟那站着，跪求。于老师您来吧，还四个人呢，后边你们跪个球啊你们。您那个周杰伦的歌不是也不错吗？周杰伦的也可以啊。哎，东风破，好，好，哎呀，于老师唱的比东风破还破。这个真不能唱。我们请于破老师唱一个。一会儿椰子。这个真不能唱，这个词儿都忘了，是吧？长时间不。让于老师喘口气，喝点水啊，喝点水再唱。小玉，过来，岳云鹏，过来，让你大爷歇会儿。来跪球。哪儿就跪下个球啊？上瘾了，大爷，我上瘾了。替你大爷唱一个，你唱完让郭麒麟唱一个。让大爷休息一下。那个朋友们想听我唱什么，我只要我会的我就唱。我女儿情，鸳鸯双栖蝶双飞，满园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，女儿美不美。还有什么？一封情书。一封情书啊。啊，我唱过一封家书，还有一纸情书。哦，还有一卷纸情书。一纸情书跟毛不易，我给大家唱两句，我能想起来就想起来好吗？照相。走走走，合影合影合影。咱合影咱合影。不是咱这是演出呢吗咱们。刚压根晚上四个宝。感谢啊，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，你们都哪儿来的，这都是。给大家唱两句啊，一纸情书后面那几句。换我心为你心，十指相依深，梦将醒月已沉，佳人何处寻，琴声歇尽书绝，红颜声声跌，梨花雪清风裂，片片相思叶。唱的是河南民歌，挺好。我给你们唱一个叫小帆吧，好吗？没法唱就在这儿，你看他们都是抒情的，你拿那个手机亮着灯哈，这样听完你叫小帆京剧快板，锵锵锵锵锵锵，到最后叫小帆都得扔了是吧，改频闪了。叫小帆是京剧四郎探母里边一个嘎调最高啊。我唱这个试试，好几天没唱了，最近嗓子不舒服啊。好，你们凑我听啊。客气。开始了。哎，回来。那边又绕回来了。我是不是今天有点开心了？又走了，什么意思？这是怎么意思？哪得深点？好，好，好，逼扎了。一见公子到灵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前，站立宫门，把他气堂。
山呐！嗨，不像话！好，好，别哆嗦了，好，高啊！不像话，你翻八度唱。这个我得先解释一下啊，京剧早先没有这出戏，是吗？这是从河北梆子移植过来的。哦，整个唱腔也是借鉴了梆子的模式。哦，我也不知你们听过没听过，我给你们学学河北梆子的叫好翻好不好？好啊。现在上海市河北梆子剧团还有没有？没有，上海那河北梆子剧团、上海市秦腔剧院呢？嘿，都没有了。我就这些日子没来，这点事业单位都给我取消了，根本就没有。唱着梆子的叫小番啊，来了。一见公主到灵间，不由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光门叫小番。郭麒麟过来。好了，回去吧，于老师该您了。我也让我跪求呢。我也给大伙唱一个。好了，唱一个什么的，爸爸？你拿你拿手的呗。唱一个，你唱一个流行的吧，好吧？好啊，行不行？前段时间呢，我在这个优酷上有这么一个电视剧，叫《给我一个十八岁》。还有一个主题曲叫《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》，唱两句好吧？好啊，儿子，但是唱的不好啊，大伙儿多原谅啊，大伙儿。哎呀，直接唱副歌了，我张不开嘴了，我，您这怎么全噎腮帮子上呢？亲，我还学好不容易，学坏快着了。我还是跪求，就指着我抻点了，你看看啊，来啊，青春。我不来，不刚说上海观众最有素质吗？您怎么回事呢？那俩岳云鹏带来的。来啊，本来我们这词儿就不瓷实，别搅和我了啊。这又想词儿的功夫呢。哦，嗨嗨嗨，来听我的啊。亲，我没完，我说这都谁派的？你再闹半夜了啊。啊，青春要奔向远方，不知道结局怎样。音乐还在放，我双手合十许下愿望。十八岁赐我点胆量，让我受一点伤，在似水柔情等待地久天长。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。严鹤祥，好，过来。哎，你看看三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。严鹤祥是我徒弟，贺子科里边说相声说的捧哏最好的一个，三十八了到现在没有女朋友。三十七哈，改完户口三十七，现在我也不知道你们上海有没有富裕的姑娘什么的。哎，要有合适的真是给我们挺好，大夫说基本健康啊，都挺好的。你要是带着孩子来是最好啊。我们就折过去了啊啊啊！你演一个什么节目吗？什么呀？你会什么呀？我唱一什么呀？京剧，来一个呀，可以啊。范家的京剧，唱一花脸吧。好，唱一个铡美案，唱的不好啊。驸马爷，金钱看端，向上写着秦香莲的三十二岁那壮个男儿。驸马郎，我千人往上描过张个悔婚男儿，赵农闯个杀妻，灭死两个心，长得鼻子寒气，代表我唐江壮志呀，只在那夜的大堂啊上。好，我走掉了。哎，看出来了吧？啊，为什么说？为什么唱这么好？因为三十七了，他都没结过婚，气力足。你不像孙悦，孙悦六岁就唱不了了，是吧？这吃那个干炒黄豆吃的。那行，那唱的不错啊。好，来，孙胖子过来，过来。我真不灵，于老师还会唱野子呢。孙悦在我们这儿是个好演员，你别看什么都不会。但是很多段相声都离不开他。你说你不说他说谁呀？你只要节目当中涉及一个没有人样的，一定是他，形神俱备啊。赖我自己啊，也不能赖你，长成这样怨我。我也是有时候没正形，挺好啊。谢谢你，我回去了。哪儿就回去了？
好吧，这就这样的话，咱们大伙儿一块儿唱一个好不好？好。什么呀？德云社有一个小曲叫《不忍图》，也叫《劝善歌》。来吧。我够十年不唱这个了啊！咱们赶上今儿人齐，咱们一块儿唱一个好不好？好。来来来，我带着你一块儿来。于老师，您往何处不都应该站后？都往前站，快来快来啊！往前站，何处？混沌初分实在难消，谁知道地多厚天有多么样的高，日月穿梭催人老，有争名把力捞，难免死生路一条，八个字造就命也该着啊，八个字造就命也该着啊，树大根那深扎地稳牢啊，人生这个教条武艺高，惊涛三遍吃甜水，劝民工你们人位高，千万别把这个小人笑，小人他过河就拆桥啊，小人他过河就拆桥啊，君王有道乐逍遥啊，十万里江山扎得稳牢，问那官能人戴纱帽，武将人穿蟒袍，吃粮当兵也得忍着，似这样江山怎么能够不安牢啊，似这样的江山怎怎么样的不安牢啊，走过了三川六水大海大江啊，看惯了灯红酒绿世态炎凉啊，争啊什么多来论的什么少，冲好汉你逞钢枪，金银财宝猛荒凉，倒不如德云社你是开心笑一场，愿诸位你们招财进宝喜气洋洋。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这世界很酷。